在我给你整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广式腊肠。要得。哇。再切点五花肉了来吃。切点青椒。再切点折耳根。放辣油。姜蒜来点。小折耳根。小广式腊肠。看起来好看哈，嗯，你广式腊肠好耶。在厅里你没吃过哈？没有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吃过，它有那种煲仔饭啊，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拿来蒸烧烤，这种厅里广东人最早会吃。哈，你觉得这广式腊肠好吃呢？这我们这腊肉。我想吃肉啊。只要是肉哈。你看，我觉得你在我来最大，心情又高兴，来改善好生活了啊！嗯，你还没拿点回去？你想回去啊？我想这样回去，带点腊肠回家。我是带你来学习的，你学的东西来才回去。放心吧，我学东西快。嗯，要快了，吃肉快差不多。